守候第几个冬季，今天是星期几，偶尔会想起你。你突如其来的简讯让我措手不及，愣住站在原地。当所有人都替你开心，我却在傻傻清醒，原来早已有人为你订做了嫁衣。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见证你的爱情，我时刻提醒自己别逃避。